可以以眼换眼的话，真的，我相信我们家的小孩应该都会愿意捐一只的话。喂，那我有多少只眼睛？我家小孩都捐一只安良，喂，我五个眼睛。要跟妈妈说的话，好的坏的都可以讲。妈妈要好好照顾身体哦，因为我们这个家最重要的就是你。如果你不在的，我们都会很难过。我觉得他做到了全天下妈妈该做的事，也做到了全天下妈妈或许还做不到的事情。那个眼睛的事，眼睛的，应该说眼睛的残缺吗？眼睛的失去并没有影响到他当妈妈的天性。咦，妈妈，我希望你的眼睛能快点好起来。现在没有医术可以医哦。啊？现在没有可以医的。什么是可以哦？用大家的祝福，以后一定可以变得更好。什么祝福？祝福妈妈的眼睛好起来。啊，大家怎么祝福？用签名的。什么签名？祈福版。好，来，谢谢。